好，各位朋友们晚安。今天要来为各位开箱的是 Apple Watch 3。那 Apple Watch 开箱网络上应该是有一堆的啦。那原本我对这种智能手表是没有任何兴趣，因为我前面几只那种计步的啊，我大概用了一个礼拜我就会忘在旁边。那我不知道这只 Apple Watch 能撑多久，但是就目前来讲，我觉得 Apple Watch 带来的体验远远超过那一些智能表，包括它跟它的手机的一个整合。那为什么都还是桌面嘛。当手表我启动了这个应用程式之后呢，我点选这里，
有没有跳自动跳出来了？这个自动心跳配对这个部分。那手机的话呢，它也会跟我的训练台呢，也是透过蓝牙去连线。回转速呢，在我的功率腿上，但是因为我没有去踩，所以它不会出现。那心率的部分它已经抓到了，我再把它重新配对一次。有没有这里可以出现的？很明显的是 Apple Watch 有没有 ？Apple Watch 170。那 OK， 那这个时候呢，它还不会启动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它里面会有一个光，它是没有的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开始进到游戏里面去。Let's go。好，这个时候还没有。那我这个时候呢，要按 Right， 它才会开始动作。来，我按 Right。
非常值得购买，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啊。